包皮过长，尤其有包茎的时候的话呢，由于包皮它这个内板分泌的一些粘液，你不能急速清除或者那个排出，就会慢慢的堆积起来，形成我们所说的包皮垢。包皮垢啊，其实它是一个脏东西。当出现那个包皮垢的时候，我们呢得找找原因。如果单纯的包皮过长，那我们就说呢，平常呢就经常的进行一些清洁卫生，以防止它出现。如果说它是包